果然瞒不住太子妃，皇上病危，恭请太子妃。太子妃来了，我快收拾了。太子妃怎么来了？从前这书斋都是书香墨香，你来了以后，倒有了无限生机。 阿金，给太子妃上茶。不必了，父皇圣体违和，我余邀你一道去乾清宫问安。才得知你近日常避到此处，是不是你宫里的人伺候的不尽心，让你不高兴了？殿下出门之前，放心不下草木动物，我才常来书斋照料，切莫多心。我可不信你未曾发现宫中的异样，还是你有事瞒我？ 这个书斋，除了一只懒散的砚台，三两只蛐蛐儿，只剩这一世的书，又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是吗？果然瞒不住太子妃，皇上病危。 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可妄自揣测。是，或不是。太子妃去乾清宫一探便知。不敢吗？那就去太医院问一问盛太医。 恭送太子妃。 贵妃娘娘，刚才你若不颤抖，谁会注意一个宫婢的脸？阿锦，小心，这不能戴了，马上随我回清宁宫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快，好。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。